Hello， 大家好，我是 Terence。 我这个素颜样有没有吓亲大家呢？没错，这个就是我素颜的真面目了。平时我出去拍摄的时候其实都会化妆的，可能遮遮个眼袋画条眉，所以大家就见不到我这个眼袋有几犀利。其实今天我就是过渡来一间朋友的会所里面去做一个细胞活化去眼袋的美容疗程的。整个疗程其实很简单的，美容师首先用专用的笔在我两边眼袋 mark 好位，然后就用气压枪将药水压落皮肤度，过程只是需要20分钟左右的。好啦，嚟到呢做完个疗程之后的第三日啦，大家其实见到呢我下面的下眼袋呢本来很肿的嘛，现在呢其实已经是平了的啦，即是很明显是改善了的啦。但他说呢其实呢三日开始会有个明显的转变，完成整个疗程呢在第七日开始呢其实就是有个最明显的效果的。现在来到第十日啦，由于之前我那两日呢不是很得闲，所以留回今日才来拍这条片的。第十日的效果是怎样呢？大家见到的啦，眼袋咧比之前咧真系细咗好多喎，因为之前咧系落到嚟下边咧系成个袋咁咧凸晒出嚟嘅，咁而家就明显咧平咗好多噶啦。嗱，我谂个效果咧其实咧都已经帮助到我咧六七成嘅眼袋咧系冇咗噶啦。咁剩翻少少咧，由于因为眼袋真系太大关系咧，咁所以美容师都讲过，我有机会咧系要做两次咧先至可以完全咧收咗个眼袋嘅。咁喺度咧就好多谢棱镜东山同埋奢华同颜帮我解决咗呢个眼袋问题。因为这个眼袋问题真的困扰了我很多很多很多年的了，出新家都要化妆啦，很麻烦很麻烦。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算我没有化妆的话呢，是有小残，是有小黑眼圈，但是眼袋没那么严重的话呢，其实肉眼看呢真的后生了很多年的了。如果各位都想解决你的眼袋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找回棱镜东山和奢华童颜的。多谢大家，拜拜。